是早该休息的，可我还是眠着。空气在升温，蝉鸣蔓延着，你那边怎样呢？我没想过变软弱，也试着变冷漠，该说什么对话才算符合？其实可以不用很复杂，就用最简单的表达，就在这炎热的盛夏，说出你最想说的话，表情别太浮夸，别试着吧。